许要比天还高。云那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它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酋长，这是苗美心的特产，你试试。这么差的包子还送给酋长，换我就不理你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正宗的狗不理包子。酋长，尝尝这咖啡吧。这咖啡看起来就像便便，肯定很难吃。没错，这就是用麝香猫便便制成的名贵猫屎咖啡。哎，酋长，尝尝我这个吧。尝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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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我的。可恶，让我教训你，出石头！你出石头，我出。你出布，我出剑刀。我受够了。酋长。每次看到你们，我就非常激动，心跳加快，因为你们引发了我的心脏病。你们是实现新星球和平安定的主力，是阻碍的力量。为了新星球的居民，我希望你们离开这里。你们怎么还笑呢？我们习惯了这个节奏了。酋长，你说真的吗？千万不要啊！除非你们能化敌为友，和平相处，不然就要离开星星球，永不结盟。好，我们不会再吵架，和平相处。开心超人，请你当监督员，帮我监督他们的关系。化敌为友。你排一，我排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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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排一，我排，你排一，我排一。你排一，我排一。你排一。开心超人，你这么扭头不累吗？我也不想，只是有只蚊子在我眼前绕来绕去。不过你们为什么要在男厕所玩拍手游戏呢？这里是男厕所，应该你出去。原来喵大使和汪大使只是假装和好。一旦酋长知道真相，就一定会赶走他俩，我们侵略星星球就少了一个障碍了。我们这样吵下去不是办法，所以我特意请人在我们两个大使馆前修了堵墙。不见面就不会吵架了。只是你这墙的材料……喂，你们是怎么干活的？必须让他们见面，
这样他们才能产生更多的矛盾。然后我们用录像机拍下来，寄给酋长看。没办法，事到如今，只能避免见面了。见了也要尽量忍耐。糟了，来不及去市中心了。上班时间很堵的，两位既然同路，不如租辆自行车一起骑吧。不用了。我只是在和展猫打招呼。来不及了，看来只能酋长会在这儿念书吗？好！你们也来学书法，但笔只剩一支了。好！制造了那么多机会，他们居然还不吵架，看来要出我们的狠招打劫。今天真倒霉，这么晚了。不会撞见喵大使了吧？又是你，脸色很差呀，还一直在流汗。别，背后有人在打劫。什么？走啊！别管我，你快走！我不放，这个时候不能见死不救。求你放手吧，别连累我呀！被打劫的是你呀！面对面的绑在一起，看你们怎么忍！这种情况只能一起跳着走了。你压到我了！我们用滚的吧，更快。喂，帮我松绑。最近总遇到汪大师，快要崩溃了。铁打油耗豪华团，祝你放松精神，迎接新的明天。没错，而且只需付一个人的钱，就能享受导游。团长。
服务员能为您提供的多对衣服。哇，好划算！但你请这么多人，岂不是亏本？不会亏，因为这些人都是我。不过，如果能暂时离开这里，不用见到汪大使，不用被开心超人监视，还暂时能躲避猫狗双方的对战，那也不错呀。好，我要报名。要比天还高，云啊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，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，风啊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我们只需要比天还